为中国宝宝聚全球的好。本节目由雅诗丽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世界那么大，好物只要点一下。本节目由在家就能够全球的京东联合赞助播出。欢迎登录独家网络视频平台爱奇艺观看本节目。我们俩一直计划着要旅行，但是就一直没有去旅行，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驴友。那这一次我觉得既然是两个年轻人出来，肯定要放肆的玩一把。嗯，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右边的观众，我们俩一直计划着要旅行，但是就一直没有去旅行。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驴友。既要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不来点疯狂一点的呢？我的点赞一直在等等等。哇！你怎么这样？石头剪刀布。朋友到了吗？还有两个小时啊，凭什么我比他先到啊？毕竟现在拍节目嘛，不拍节目当然不会等他。他是一个，我没跟他旅过行，但是他自己一直跟我讲，他旅行是一个小白。如果自己去旅行的话，估计会迷失路那一种。必须要有自己有基本的工作能力，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要有勇气吧。我觉得倒是可以想想一些方法。哎，我可以躲起来吗？北京现在 ，Is Liberty, Alle Stadt Stadt Stadt。我要先把我帽子拿出来。明白明白，他大概还有多久到啊？我已经看到他了，戴了个黑帽子。来来来来来。Hello?
这是什么啊？钻石呢？Bonjour. 你是钻石师吗？请问。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madame. 我吗？我呀。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Hi, welcome to Vienna. Hey, guys, where are you? I 也是第一次跟他出来节目上节目，所以我觉得咱俩需要找找以前的感觉了。对。好，我有些话要跟你说，就是首先嘛，欢迎你来到维也纳，然后现在有件事情让你帮我做一下。什么事儿？你先说，看我做不做吧，我不一定会做。你现在能看到你正前方有一个白花花的头发，然后穿着西装的一个男人，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房东，所以你要去跟他对一下暗号。我不信你的邪。我跟你说，我啥也不做，我就在这等你。我觉得你在整我，我觉得没有这个这么回事。你爱来不来吧，我就在这待着啊。这个任务只能你来完成才能见我。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见你。啊 ，Hi you， 我好像看到他了。对，你快去迎接他。你看到吗？你快跟他说对一下暗号。暗号就是 Welcome to Vienna。行。天成功。啊！白花花的头发，然后穿着西装的一个男人。Hi。Hi。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Yeah, I'm ready.你快跟他说对一下暗号，暗号就是 Welcome to Vienna。Welcome to Vienna。Yeah. Hi, I'm Sophie. Yeah. Okay. 他真的去找那个人。哎，哦，我们已经说过了，说过这暗号了。那你去让他跟我说一下暗号。So do you need to say something?然后跟那个人对过暗号了，我说那个人完全不认识他，对什么暗号？可怜呢，奥斯卡小士兵了。Do you need to speak something to my? No, I don't think so. 好像找错人了吧？什么呀？你出现一下，我这。他只是刚才跟我一不小心对视了，然后我以为他是，我觉得谁都在看我，谁都在跟我对视。我也不知道你说到底是谁，你赶紧出来吧，好吗？赶紧，现在马上。我以为就是我一下来之后，他就会在那儿接我，结果是我发现我一个人在机场像无头苍蝇一样备受指使。我现在没法去见你，因为我不在机场呢。那我现在该做什么呢？你先打个车来吧。你会打车吗？不说好你在机场接我的吗？对，你快点，你别玩了，你就直接打个车过来吧，我给你地址。因为我们今天住的地方就很近，离大概酒店大概我刚才坐车大概25分钟吧，也就6-7公里这样。那你给我个地址吧。那行吧，你先记一下。Ich liebe dich. Ich liebe dich. Ich liebe dich. Hi, I want to go to Ich liebe dich. Ich liebe dich is a hotel name. Wait a minute. Address? 你再说一次。Ich liebe dich. Liebe dich. 这。Hotel liebe dich. Ich liebe dich hotel name. Yes. 他们都听，是丽斯卡尔顿吗？问。绝望。
我反复在问那两个大叔，他这边跟我说这是一个酒店的名字，所以我就一直跟他们说这是酒店的名字，他们就是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我看这有什么门吧，我去找他吧。别着急，你看他刚才说了一个什么什么 Yves Leachy 一个酒店的名字，然后说那个也听不懂，他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跟你说的 Yves Leachy？啊，应该是对。是我爱你的意思，是我爱你的意思。上不轨，谢谢啊，谢谢啊。我习惯了，因为他老是这样整我，就是来维也纳的热情一下被浇灭。行吧，那不是酒店名字，我知道了。行了，你别整蛊了，你赶紧出来吧。完了，他待会儿进门肯定把我杀了。我好蠢啊！绝望，我有点。哎呦，我的天哪！你把我整得开心吗？请问？来抱一会儿，来。越气越想笑，但是看他之后，我还是就是很烦。怪我太蠢，我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他是觉得一见面咱俩应该来个很热烈的拥抱什么各种的，结果发现我又开始玩他。当然其实开玩笑还是有个度的，其实就是一种很久没见面的一种方式，然后还是要回归我们正常的状态的。你睡了吗？在飞机上？睡了一小会儿。睡了一小会儿？没睡多久其实。So where we go?Go to restaurant. Go to eat pork. Pork. It's very pork is very famous in Vienna. Yeah, pork. Yeah, oh, cool. 我见过女人里面最能吃的人。闭嘴。你知道我在飞机上结交了一位奥地利朋友。真的假的？我跟他聊了一路，互相留了联系方式。真的假的？我们如果这两天如果说丢了或者是没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找他。那行，那你还行啊。最近挺喜欢玩乐高的。我跟你说过，我不是说我想买，一直没买吗？然后你也没给我买一个，对吧？我说怎么我要给你买了？什么时候给你买？当时我说你给我买一个吧，不然，然后你也没给我买。那不简单吗？下个生日礼物送你一个乐高，多简单。哎呀，我还没有送你生日礼物。对，要不来这个，专门就给我搞一个生日，五个生日派对，怎么样？我需要盛大的，就是每个人都盛装出席。这个人怎么那么肤浅呢？喜欢搞这些虚的东西。So, at the end of the street, we're here. So we arrive. Yeah. Really old restaurant. Thank you. No problem.确实是个老餐厅，感觉很美。When my blue moon turns to gold again, when the rainbow turns. Which one is special? And we want to eat pork. Yeah, 这个好吗？可以啊，好啊。OK. Alright. So.2XL and 1 bolognese, or do you want 1XL? 1XL. 1XL. Thank you so much. 你现在还吃宵夜每天？我吃的一定没你多。我吃的不多，我现在真的食量变少了。他是我唯一见过，就是在小龙虾餐馆，然后还点了两三家外卖来这个小龙虾餐馆吃饭的女艺人，而且所有人都已经停筷半个小时了，这个女的还在吃。大家都说，哎，该走了吧？这女的，她一直在说，啊，走了，这么说，服了。我也都分享给你过啊。但我是真的很节制的。奶茶你就不节制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别的不吃，我就是为了喝一杯奶茶。我发现其实我们俩吃没办法吃到一起去，其实他吃的跟我吃的爱吃的不太一样。他喜欢吃清淡的，什么越南粉、港式火锅，但我喜欢吃炸的、辣的、油的。哎呀。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可以去那种比较冒险的那种，你敢吗？冒险？比方说跳伞。
热气球。其实我喜欢坐过山车，我觉得咱们可以去。你能坐过山车啊？当然可以了。真的假的？你真的是能坐过山车了吗？你不能坐吗？我是特别爱过山车的人。只要说明天要去过山车，我今晚就睡不着。我上月去那个 Six Flags，来吧，为第一次干个杯吧。就我们第一站开始。哇哦！哇哦 ，so big. It's for one person. It's for one person. Wow, thank you. 这一个人吃的？天哪，这太罪恶了。我那已经一两点了，吃炸猪排。我要拍一下这个，太大了。你拍我爱来。你比上去。这很大。一二三。我也要拍一张。来啊！快点快点，烫烫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吃了。来吧，开动开动开动，来。确实没味儿啊，挤点柠檬吧。不过这样猪排我真没吃过。因为那猪排特别特别出名，他就要吃这个原味儿。其实我喜欢吃一切原味儿的东西，我不喜欢吃太多佐料，不喜欢吃太多佐料。啤酒配猪排，是傻子吗？我属于那种想到吃我就很兴奋，想到我去吃什么我就会莫名突然很开心。你说你想吃炸的。你吃饱了吗？嗯，走吧。Let's go， 哒哒哒哒。在国内根本就没有这种晚上的时间来压马路。对啊。好漂亮啊，这里有没有？你看那边的房子。不，这真的漂亮。嗯，真的漂亮。你看，你看它这灯真的很特别啊。很神奇这个地方。哎，它这个街太好看了。有没有觉得人家的房子跟小区一样？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就电影里面，就是比如说喊楼下的，然后就走吧。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哦！欢迎来到雪莹的家。一二三。哦。嗯，好好啊。哇哦哇哦哇，这么大。哎，我见过落地窗，没有见过这种斜的这种窗。哎，白天太阳洒进来一定会巨美吧。哎呦，撞到啊。这是所有的那个它这些地方的图片，就是那个蛋糕。哦哦，这个马车你喜欢的。 OK， 你想要干哪件事情？都干，不然来干嘛？因为平时生活中的时候，工作也好，干嘛也好，就一直在被强求，就是问题丢给你，然后你去做，然后你去做，你去做。但是在漫游的时候，就一定要随心所欲一点。以前都是跟一些长辈们出来，所以我可能都会比较小心翼翼的活着。那这一次，我觉得既然是两个年轻人出来，肯定要放肆的玩一把吧。带没带？哦，拿着呢。行，来吧。来吧，坐下吧。看谁的先？先看你的。有什么疑问？来说来听听。什么叫年轻人的方式呢？比如说呢？手剪了布啊。啊，可以啊，这可以啊。可以啊。二，陪我坐过山车。嗯，可以。啊？什么？越南粉怎么了？一会儿看我的你就知道了。嗯，好。交到新朋友我也可以啊。第五个我有很大的疑问，但是怎么了？第五个
秦雪莹在大地上放声歌唱，我觉得就是音乐之都啊，难道不唱歌该干嘛呢？反正我这个有一项条款是叫名字叫做不定期增加，你看我的吧。好，这字儿啊，看不是我写错了。清晨骑着自行车去咖啡厅吃早餐，一起，好文艺哦。二。不要再吃越南粉，哈哈哈哈哈哈！观众朋友们，越南粉不好吃吗？可好吃了。他只知道推荐我吃越南粉，所以我这次就是在另一个在没有检验一个当地好饭好不好吃。又是这句话，又是这句话，那怎么办？这抵消了怎么办？那肯定听我的吧。为什么听你的？你先继续往后念，等会再想办法。不行，现在当下解决这件事情。遇到分歧，请用剪刀石头布解决。可以啊。简单粗暴啊，那我们俩就现在决定一下听谁的。哈哈哈哈哈。不对，这有点不太对哦，他凭什么写七条我写五条啊。你现在给我删掉两条来。凭什么平等？我们说的理由就是平等。我不删。我删吧。那为什么不许？你这人耍赖呢。凭什么呀？删一条行，我删一条，我让你品尝当地美食。我觉得我们肯定会去吃当地美食。我就删掉。好吧，这删掉。好吧，那现在我就六条。成交了。这样有点仪式感。拍个照来，神经病。在空气洁净的环境中享受一个美好的夜晚。天生有机自然瑞卜恩，汲取阿尔卑斯纯净之源，给宝宝最好的天然有机成长。世界那么大，好物只要点一下。本节目由在家就能够全球的京东联合赞助播出。把生活装在路上，本节目由中国新兴出行生活方式品牌九十分大力支持。专注净水21年，本节目由沁园净水器大力支持。买沁园就到京东。你干什么呢？我在看我们买的东西，在京东上买的。你看，这用的、吃的、好玩的，都全世界各地好玩的东西。你要不要？这个好吃的，自己回去上京东买啊。好。现在要给你化妆了，请问你今天想要打造什么样的造型呢？给没有给男生化过妆，就反正朋友嘛，玩嘛，无所谓，就玩嘛。今天想要做什么风格？你喜欢就好。你今天穿什么衣服？我今天穿休闲运动是吗？先给你打底吧。对我认真一点。先给你喷个脸。这是发胶，来吧，快点！我已经擦完了乳液了。今天给你来个小麦的肤色好吗？很健康的阳光大男孩的感觉好吗？天文老师给你用这个颜色哦。随便你，无所谓。哎，这底也太多了吧。这个多。随意。好，抬头。哎，我可能得先上了这个妆前。哇塞，我就是第一次摸男生的脸。我没有给男生化过妆，你感觉就是那种全是胡子的感觉呢。我觉得我肯定化比你好，毕竟女生嘛，女生还是会化妆的。你看这个手法，那老专业。你看这个，舒服吗？还行。我看你在帮我磨皮是吗？化完这个妆，皮都磨掉一层。那不很好吗？
哎，你们打均一点，哪有怎么全脸这样打？不是一个区一个区这么打。啊，可以。你哪这么多要求啊？那么专业一点吗？如果你给我画你的面酱，你试试。15分钟把你搞定，妆发齐全，我就出门了。你有点耐心好不好？你都栽啊！我怎么说？有点高光。谢谢你。哎，你能薄一点，我求你了。还定妆。哦，我现在已经很好了，我已经给你画的。结束了？没结束。给画眼线吧。你的眼睛画完会不会更大？你别笑，你先别笑。给你打造一个那种韩式妆容，好不好？那种韩国欧巴那种烟熏妆。天哪，这真的是买家秀跟卖家秀了。主要的是在于眼影，我给你来点小烟熏的感觉啊。我们带回来去拍照啊，可以吗？小姐最靓最靓仔是吗？对，你放心啊。你赶快发微博上，然后咱俩 PK 一下，看谁点赞比较多。怎么样？你感冒这个险、啊？很简单，为什么不行？说是你画就好了。这个位置呢，就是让你显得更加的野性。你看，哇哦，下眼影这个位置，对这个地方很重要。这样，我看这，可以骂脏话吗？真的？哎，这史上最浓的妆容了。还好吧。头发是不是还要稍微弄一下？可做成什么样？是我一般的都是看感觉，就是看心情，你知道吗？你可以往后这样伸一伸，顺一顺，顺一顺，顺一顺，疼吗？很专业的。为什么？烫。啊，对不起。不看一眼，不看一眼。哦，就这样很好。你现在这个样子特别好。这种叫什么纹理？哎呦，太难了。发油可以有一点那种微湿的。发油？对啊，这种大把抓、大把呼的。真的，你满意吗？我看一眼，挺好的呀。今天呢，我打造了一个复古朋克那种叛逆少年的妆容，大家请看，这眼尾呢有一点点淡淡的烟熏，然后有可以拉长眼型的效果，还可以显示出这个人的就个性的那种张扬。然后呢，这个发型呢，跟着纹理的走向，像一个波浪一样，这样子，微微的翘起，可以让脸型变得更加的修长。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显得太浮夸，可以出门。然后，所以我头发呢，就给它就是在随性当中做了一点点造型感。在哪？造型感在哪？这不是造型感吗？很百搭的一个妆容。对，就是这样。谢谢你啊，雪莹老师，最近工作很辛苦吧？来，吸气。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灵魂画手，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跟女生化过妆，所以我想尝试一下自己能不能够行。哎，这脸是我的了，来躺一下。啊天啊！来，深呼吸啊，15分钟把你搞定，妆发齐全，就可以出门了。天哪！好像。我很专业啊。这个不是粉底，这是粉底，拿这个打，拿这个打。今天妆容一定很好看。也太长了吧。我可以看了吗？现在。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 I could be chasing, but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baby. 主要看就是很符合张雪迎本人的气质。你没看今天主色调都土男土女，很符合她的火的气质。
其实他本人性格根本不是这样子，酷一点的，因为他平时太少女了，就还原他本人的性格，很朋克。我这个我没有必要损他，我觉得他画的还可以，但还挺专业的手法什么的。现在要出门了，我给小西接一杯温水，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对身体好。好了，完成温水，我用沁园小白净水器给你弄了一杯温水，记得喝哦。哎，这个很漂亮。哇塞！你看阳光下那种雕像，然后有鸟飞过的感觉，好美哦，真的。我感觉觉得维也纳他们建筑有自己的独特颜色，很干净的那种感觉。好壮观啊！这才是在维也纳的感觉。我们现在来到了，据说是全世界最美的图书馆。The State Hall was built in between 1723 and 1723. Okay. It has about 200,000 books altogether. 200,000. Yeah. 哇，我已经看到了。哇。好美啊。你进来闻这个味儿就觉得现在很古老。嗯。Is it a real book?They're all real books. 特别有画面感，就人家以前古代人就推着这个车上去，然后最上面就拿那本书。嗯，怎么样？那你看那个壁画，就像好有立体感，好像那个人要出来了似的，好神奇。哇，好美啊！这壁画太绝了。这里的壮观应该是要无法用言语表达。嗯，我现在抬头看见身临其境的感觉。说话已经不想说话。嗯，挺好。这吹口哨？没吹吧？咱俩都不会吹。响指呢？我给你响一点。我响。我响。你听不见吗？大，听我的。嗯。
肯定是我小啊。下一次。在你身脸上了，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听说有很多大师的真迹在这里藏着。艺术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是否足够改变世界，亦或改写一段人生？当你走入其中，是否又能像感受爱心悲喜般的感受艺术？ He's got other friends actually, Tesh. Oh, it's Albert. He married one of the daughters of the Habsburgian family. He was poor, but they were very much in love.就这个老人，这将要死去的老人，然后一直用一个石子敲打自己的胸口。看这个心脏的位置跟这个后面这个点是一块的，就象征着世界末日的爆炸。但是讲世界末日之前，这个老人干了什么？就跟这个世界怎么对抗？Do you feel me?这一幅就是这个本人，这个画家本人的自画像，但当时1500年的时候没有那种很大的全面的凹面镜，然后他通过不同的角度的镜子去看到自己身体，然后他全部汇总在一幅画里面，很厉害，拼在一块儿，挺厉害的，给自己画这么多肌肉，就在13岁的时候画的，那本身就是天才，对，13岁就画这样的，确实天才。那我们走吧，去看毕加索吧。哇，就这幅《莫里亚尼》。Do you feel me? 我觉得我真的会哭，我真的会哭，因为那种力量，我觉得太吓人了，就是那种力量是现在不可能会有再有的了。也不好拍这个，特别喜欢这个。觉得好像害了，真的对不起。我觉得真的应该每一个地方都得了解一下，就每一幅画都是代表自己每个人自己的思想，其实每个画家都画的画都特别不一样，有的很乐观，有的很悲观，但其实他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可能很多以前那个时候没有办法用很多网络媒体或各种别的形式去告诉大家，但有可以说诗人，所以有画家，有各种雕塑家，所以天才都是来的。就是因为现在的网络环境，各种环境太复杂了，根本就没有机会让大家有这么多心思去沉下心，创作出这么多惊艳的作品。对，今天真的不负此行。我很喜欢今天的行程，哎，
去去博物馆，去唱片行，超级棒。啊、好酷、哦！想不想坐马车？我想坐。我们坐那个黑马吧。来吧。哇哦！哇塞！好好啊，好好呀！哇哦，太棒了，坐马车。哇哦！呼！哇，这好漂亮啊！就有种好好看风景，好好看风景，还这才是在维也纳的感觉。要不你就别下车了吧，就这么晃一圈。我也觉得，要是能这样在马车上坐一天，感觉很好。嗯，惬意的午后。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I will be pretty, I will be rich, I will be. 我这个特别像以前欧洲中世纪那种感觉。我们穿错衣服，我们今天穿那种宫廷装出来。然后头发那种，然后戴个小礼帽什么的。中世纪的王子和公主。优雅跟绅士。看看左边的观众，右边的观众，看看天上的鸟儿们。嗨，你们好吗？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舒服吗？用力按一下。我好渴呀、啊。渴啊，我有水啊。你怎么背这么大一个包出来？这包旅游时候特别方便。哇哦！你看那空间里面特别大，特别适合去旅游。来，不水就都有吗？想要啥有啥。今天是你的叮当猫好吗？我们每个人选三张发朋友圈，然后看谁点赞比较多啊。你输了的话，你一直背着我，直到我想要走路开始才这样分享一下。好，可以吗？可以。那你再提一个条件吧。那你输了，就在人最多的地方放声唱一首歌。好，也行。行，成交。就发对方的还是发自己的？发对方的。我发对方的呀，那肯定你的多呀，那我肯定输啊，因为你发的是我的照片啊。对啊，这怎么不？为什么呢？你哪来自信？你觉得自己一定破绽比我多是吗？对啊。但是真的，你没有什么可以挑的，你把我拍得太丑了。你就长这样。就要修吗？还是你不要这样？帮我把牙齿弄白一点。这女明星不修的话，确实有时候不能看。我不是女明星，反正你没在说我。只是稍微修一修。只是稍微修一修。看你拍不是最重要的，修是最重要的事。在朋友圈必须帅，真实的所有人发朋友圈的图都是在现实一直默默在那里修，然后实际上，哎，我好嘞。来吧，发朋友圈来。一二三，好了，一个小时后见，现在是。2:50，3:50出结果。我们自己弄闹钟吧，我定个闹钟。我已经有十个了，你有吗？我有四个。你哎，不，你微信总共几个朋友啊？不能这么看呀、啊。你们夸我帅啊？没有，都在夸我、啊。没有啊，都夸我。我的点赞一直在等，这可能会破我朋友圈第一条记录，就点赞最多。居然是我的拍我的照片，我的照片在你朋友圈超破记录，多好啊！
你看，怪不得我发你照片在我朋友圈没人点赞。不是，是我人缘好吧？我想，我还有评论，都没有评论，他要聊我肯定要评论。大家对你没什么无话可说，啊，肯定是我赢。话不要说那么早。哎，你这个电影里面就这么就到处走，到处走，到处走。我很喜欢一点在于，我觉得这个他全是台词，好配合他的台词。我最喜欢的片段就是他们在那个唱片店的那个片段，视频间那场戏，很微妙的感觉，然后很青涩，很朦胧，然后也很浪漫的感觉，就是只要那音乐一起来，就特别的美好。好喜欢。其实我觉得这个唱片行那个各种东西都是就没有动过，没有感觉过，瞬间就说哇，就这个位置。就这个，就这个，好好听啊。花痴吗？你说像花痴一般的脸，这么听哦，这店太棒了，天哪，好喜欢，听起来One early morning as I was walking You can make, this is the original what they used in the movie. Okay. You can make pictures if. Thank you. 他这个就这个碟就是他们本来电影里面用的那张碟。喂，我们拿这个来拍，还原一下。Yeah. There's even a listening booth over there. 还原一下。可以啊。来啊。这里还挺整洁的。听说那里还有一间试音间。哦，是吗？你听说过这个歌手吗？他好像是个美国人，我一个朋友跟我说。没有哎。你说那间试音间还能用吗？你去试试。好，走。认识维也纳，因为一部浪漫的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
电影中的浪漫桥段似乎让这个唱片行多了一丝魔力。来到这里，不再是单纯的打卡，而更像是一场精神世界的自由漫步。咱俩就也挺好的，很自然，有一种慵懒的暧昧气息。要是我们也能拍部电影，哎，拍部电影，然后以后很多人过了十几二十年还在到处打卡，是因为哎，这部戏谁谁拍的，来来这地方打卡，那该有多成功？So many people visit here because of the movie. Yeah. Okay. Many people. Okay, we get three. Thank you. 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小时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小时了。来吧。我刚咱们在唱片这一会儿，然后我已经又有五十个赞了。这一共多少个？我数一下啊、哦，162。你呢？我看一下，116。我162，他116。滑一下吗？没事，说我帅吗？说你帅就够了。只要这句话我就很开心。对呀、啊，你那也有说美就够了。没有。背我去买冰淇淋啊！不是你这个得我，哎，哎。去买冰淇淋吧，去吧。Stupid Cupid, you're a real mean guy. 哦，喂，看那个，看那个。哇！可以。哇！啊，这个 berry 的。And I would love the banana. Thank you. 啊。一来这肾上腺素都已经上升了好多。哇、哦，好开心啊！就是你只要一进了游乐场，听到那个音乐，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回到小孩一样，就负责去开心，负责去激动。还有好朋友陪伴在你身边。哎，这个，哇，这个好恐怖啊！哇，啊，啊，这个真的很恐怖，这个。先把水干了吧。就我们玩两个游戏，第一个比上面含一口水上去，下来的时候看谁的水最多就算赢。第二个在上面过完之后玩画口红，看谁画最好。输了，有两个惩罚，一个是去找陌生拥抱，第二个就是去鬼屋。我觉得是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不然太对不起我们张学英了。这把水干了，来。既然来到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不来点疯狂一点呢？张善熙。我不想来了。我厌了。我
我就喊得好好的，突然后面那个大姐突然就说，周润兴你把水脱了吧，我已经脱了。我觉得这不是说好比赛吗，然后怎么自己把东西吞了，估计还是害怕吧。真的憋不住，我在上面是用滋的，就那手捂着自己的嘴，就是不停的往外滋，激动就特别想笑。但我觉得每个人应该上去都会很想大吼，很想去放松发泄。小心你吐了吧，不然我都，反正我已经吐掉，你肯定是赢的了。怎么你要吐了呢？怎么还不下去啊？我怎么还不下去啊？啊，我腿有点软啊，说实话，怎么还不下去啊？不会一会儿要很快吧？喊得好苦，含辛茹苦，输了。什么破歌啊！哎，没写完了，这是惩罚。没有这样，刚才你惩罚说好了，不行，我定了规则。你刚才说到什么就是什么，你写吧，写完我也不会拿的。我现在就去，我去报了，已经，我去报了。Could you give me a hug? Hug, a hug.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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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And yes.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Yes. Yes. Excuse me, can you speak English? Yeah. We have, no, just kidding. Just could you give me a hug? A hug? Yes. Yeah, well. Yes, thank you. Just hug. Hug. Hug, yeah. Yes, okay. Yes.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Ah, thank you so much. Yeah.就这个，这太无聊了。就这个啊 ，so easy。不会输，没有输这回事，必须要赢。输了我不姓曾，我告诉你。倒着来的。
抱着呢呀。这也太难受了吧，好痛啊，好痛啊！你别扶，别扶，不要乱扶。好痛哦，好痛哦！哇哇！哇哇哇哇不能读，真不该读。我不要脱。肯定是我啊！画的好好啊！我这么完整哎！不会了，我有全封哎，我都有。你看我连抄界都没有。你这全出去了，你全部都出去了。丰满。你看这有这个，你看这都抄了这么多。我起码这样看，你看。哎，擦掉了，你看。没。不可以擦，不可以擦。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必须要赢，输了我不姓曾，我告诉你。他一起去，你是要一起去啊？让他自己一个人去鬼屋？不行，一起去，不然我不去。我打死不会自己一个人进去。后悔吧，我是他，我很后悔现在。鬼都出来了，你吓死我！我也打死不会跟张雪莹两个人进去，就再不济也要拖几个不认识人，就硬蹭也要一起进去。Are you guys afraid? Oh yeah, a little bit. Maybe we can play together. Yeah, what about? What do you think? 可以一起走吗？快！ Let's go. Yes, we will. Yes.嗨，吓我一跳。Just a moment. 他不让带，他不让，他不让带。来吧，拿着吧 ，Let's go。我一直在抓着前面我那个小哥哥，直接抓。你要赔人家一件衣服，我告诉你。Are you close? Okay? That's fine. 就我的一个手印。Sorry, 包子。就是他本来在我前面，到一半他到我后面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我后面去的。然后我就全程一直抓前面那个外国小哥哥，衣服被我揪成一团。你可逗了，我们俩在绝对车走。也是通过一些特别强大的刺激，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一些音量的一些发泄吧，让自己瞬间放下好的东西，就把真的是靠吼来发泄，靠吼来把自己压力全部宣泄出去。听说这个沁园净影机特别好，因为它可以过滤掉本身的水里面的杂质，然后第二点拿出热水特别快，所以我觉得放在家里都特别的方便。我应该拿开我的京东 APP，
你给大家搜索一下庆元小白鲸。来 ，Cheers。Cheers， 哇，第一次。第一次在摩天轮下面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哎，好浪漫，可以看到这个落日的这个感觉，虽然现在落差不多。这个 Before Sunrise 是不是电影里面就在里面做的？他们有在摩天轮吗？有啊，就是一个摩天轮。哇，Let me sing you the world。We got a sunset here. Yeah. We got the Ferris wheel. Seems like, Are you trying to say you want to kiss me? My heart will stay yours until I die. Wow! Wow, 好美啊！哇，太美了。If I find him, if I just follow, would he hold me and never let me go? Would he let me borrow his winter coat?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到这么壮观的景色，第一时间想到我爸妈。没有，我每次都是。你可以带着你爸妈一起来。把视频给他们看一眼。At the train station, three stops from her home.I have half a mind to say, 来坐吧，继续吃，美食也不能辜负啊！来，快来。其实摩天轮还蛮快的，小时候总觉得摩天轮很慢，现在觉得摩天轮蛮快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啊，可能太急躁了，然后觉得有什么可看的，会有这种感觉，觉得很无聊，觉得什么都很无聊。但是越大越发现，其实你特别需要这种时刻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去感受，是特别重要。今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发生在那个毕加索那个博物馆里面。就小时候对于任何要你慢下来的事情，你都会拒绝，但长大的时候，让你慢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其实慢下来才是真正美的东西。But they're not the same。 我觉得自己这几年性格变得好大，就是因为成为演员之后，我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让自己去放松下来。我想要是任何的方式去让自己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我是有想强迫自己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但我发现其实就觉得对我来说还蛮难的。其实我最在意就是张无忌这个角色，就所有在评论里面说我演张无忌是因为背后所有人在支撑着我，各种金主在支撑着我演这部戏，就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该，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嗯，真的我没有必要去解释。其实对，其实可能很多网友对我印象不好也是因为演员诞生嘛。因为那时候表现的没有不好啊，反正就是很多人都在说，因为这件事情来各种嘲笑我，就演技不好啊，这不很简单吗？就上个节目演技不好，
我觉得每个艺人应该都这样吧。哪一个人听到对自己不好的评论不会难过啊？不是说你长多大经历多少事情听的事情就不会在乎了，不会的，每个人都是有感情有情感的。我不会去辩解，我只会告诉大家我真心在做的事情。剩下的我真的改变不了任何人的想法。我去元旦时候我最大收获就是他打击到了我，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我演戏应该没啥毛病，但我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妈呀，我不会演戏，我觉得所有人都演得比我好，所有人都比我努力，我觉得就是让你自己意识到自己没那么优秀，就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对你真的是从头到尾的误解，你自己会放心上吗？误解会生气但不会扎心，因为扎心的是你自己有点认同这个事儿，你才会扎心。其实就有一次我就会发现，心想就是出了很大误会之后，然后我当时狗十三电影上，我特别痛恨，就是说电影就是电影，作品就是作品，你不要把跟这种乱七八糟私人的什么东西就跟这个扯一起，就是特别害怕就有这个带入到这个电影本身，就它是一部好的作品，你不要把那些就是把这个角色所侮辱了，你知道吗？会觉得他就本身就应该是纯粹的干净的。明白。但后来我突然发现当下我很生气，过了一会儿第二天我就忘了。我发现你是我是一个比较神经比较大条的人，还是比较乐观。我算是乐观的。你比较会悲观。我是很悲观的人。对，你为什么能不去在意呢？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些都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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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要的最小的东西，在你的这个人生当中生活当中，我觉得生活大过于一切。真觉得我的工作我的职业不是我的全部，所以我不会因为一些跟工作相处有关的或者说别人对我是不好评价来当做我是很大的一根刺，因为我觉得生活可以包容所有。高的地方看到整个城市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人真的好渺小啊，人在这个世界已经这么渺小了，何况你装在心里面那么一点琐碎的事情，那就更不值得一提了。我希望我们两个人都可以永远定格在我们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永远都能保持那一份年轻人的那一份信誓旦旦的对未来的期望。来，我们第一站开始。其实我喜欢坐过山车，我觉得咱们可以去。我是特别爱过山车的人。嗯。哈哈哈哈哈哈！这样有点仪式感，这样。中世纪的王子和公主。优雅跟绅士。Very nice。我们俩在就是走。我最衷心的祝福，就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他最想成为的那个人。对你也是。哎，你看，昨天这全是市场、超市，今天全空了。哇，没人呢，空荡荡的。而且加上今天是周末，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可以是一辈子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抑郁症，你憋着就都说出来，但你旅行里面没有，你也没有真正的开心。觉得自己很失败。
大家好，我是黄景瑜。真正的旅行看漫游，全世界的好物在京东，跟我一起京东一下，全球好物即刻到家。天生有机自然瑞卜恩，汲取阿尔卑斯纯净之源，给宝宝最好的天然有机成长。解锁上百种追踪方式，收获成功的快乐源泉。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到我想想看一天，就这样陪着我看漫游全世界，享受轻松的心情。爱奇艺是下载爱奇艺少女秘密漫游泡泡圈，发现全世界。来爱奇艺极速版 APP 看更多尖端精彩短视频，看世界的美丽，欢迎登录独家网络视频平台爱奇艺，观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踏上我遥远的旅行，亲爱的心多大，这世界又能有多大？我不愿是Space，连接我的潮流生活互动社区，来到 Space 体验节目精彩互动视频，领取独家福利。是否会有人来红袖读书，分享你的每一次心动？云冲吧，让你的旅行电力十足。来网易新闻，关注视频频道超级 IPG， 看漫游全世界更多精彩内容，分享精彩旅行生活，尽在求我 APP。 上知乎搜漫游全世界，分享你的漫游故事，来鱼罐头看娱乐资讯，小明星栏目，新潮传媒专注家庭消费的社区媒体平台，关注摩登地标，对话摩登人物，探寻城市地标，历历在手，旅途不再书荒。好看的嘉宾行万里路，有趣的灵魂十点读书，欢迎关注国民文化阅读大号十点读书，新女性成长平台十点读书会，在这里和你一起陪伴学习，向上成长。犀利毒舌，深度有趣，关注十点电影，好电影从不浪费时间。用车来了 APP 查公交，不错过旅行途中每一笔车。随你的问候，在无意间 my dream， 清晰的心绪不要快进，繁忙的工作陪着你，在每个收获亲近和爱情，记得上坡路，记得我人生的经纬度，今日就是我的方向感，风握住我的方向盘。到陌生的城，做熟悉的梦 在寂寞的时代释怀，只是想短暂的逃离，只是想轻松的远行，带上未完成的梦，没说完的话，没完够的前进。爱奇艺悦享品质。